我家从著名特展文件站长者及三仙国小同学分别展演舞蹈宝宝谷揭开序幕，为了希望能够改变民众对家中截肢动物的观点和态度，明白虫在家中出现是自然现象，台东县自然史教育馆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特别携手合作，在自然史教育馆举办我家虫著名特展。虫子本身就是家里面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住在家里面的一份子。如果这个地球没有虫，如果这个家没有虫，人类可能就真的要面临灭亡了。这是我们想要呈现跟表达的哦。特展以家作为核心概念，让参观者从日常生活环境中认识，不仅仅是蟑螂、蚊子、苍蝇和蚂蚁等熟悉的生物，还有许多平常被忽视的节肢动物。我家虫著名特展展期至113年2月18号，欢迎民众及各级学校莅临参观。希望透过介绍家中的虫著名，减少民众对虫的恐惧，了解这些生物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并学习如何跟他们和平共处。延时新闻访问台东成功采访报道。